好，你们还要听吗？什么歌？那个，我不要了。什么什么歌？什么歌？水瓶不是唱过了吗？哎，小冤家吗？你们 OK 吗？小冤家可以哈。好。好久没有弹这首歌了，我练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先这样。那我们表演到这边。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等那么久，啊，最后一首歌了啦，那这首歌叫《小冤家》，我不弹好了。你好坏，好坏哦。好，带来这一首歌《小冤家》，送给在座各位留下来的朋友。参与你生活的大小事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话？就算我知道只是一个谎话，但我的心也会像失了眠，黑了一个眼圈。哦，我只求只求你呀，别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只求原谅，原谅我在你生活上不停犯傻，我只求一样，一样我们俩，能做遗忘的冤家。把手借我好不好？如果你们有手电筒可以借我吗？我想要记录这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你们。你说我没办法，无法参与你生活的大小事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话？就算我知道只是一个谎话，但我的心也会像失了眠，黑了一个眼圈。仰望着，我只求原谅，原谅我不该对你大声说话，我只求你呀，别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只求原谅。我只求一样，一样我们俩能做一样。原谅我犯傻，原谅我都是这样，原谅我犯傻，原谅我接不电话，原谅我犯傻，原谅我都是这样。只求原谅，原谅我不该对你大声说话，我只求你呀，别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只求原谅，原谅我在你生活上
上不停犯傻，我只求你呀，一样我们俩能做遗忘的冤家。谢谢。后面刚刚真是乱加乱加。OK OK， 那我们今天正式的跟大家告别了。那虽然很可惜，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，但是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跟大家见面，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合。那祝福我们的疫情赶快结束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下课喽！非常感谢大家今晚一同的参与。那喜欢安德玩球球的朋友，那你们若是想要帮我们按赞的话，记得可以搜寻安德以及阿丹玩球球，对，是两个不一样的粉丝专业哦。哼，啊，离开的朋友，随身物品记得要带走。若是你手上有空杯、空瓶，可以放置我们铁花吧台的侧边，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做收拾。明天晚上8点在庭花村有吸引力乐团的演出，那明天是售票场，门票是150元，入场方式跟今天一样，就是要登记名字、量额温、手部消毒。若是想要欣赏明晚演出的朋友，我们7点半就开放入场了，大家可以及早来这边入座。好，那因为座位数量有限，所以明天太晚来的话，你可能就没位置喽。好。铁花吧台最后点单时间到10点半，那若是大家想要继续坐下来聊个天的话，记得把握时间。